校园忍不住疯狂抱怨，抓准时机向教练呛声：被下放板凳，无法上球场比赛。教练就把大家集合起来，觉得我们球队出了什么问题？畅所欲言，就开始噼啪一直讲。我说你打那么多方法要干嘛？我们球队速度是快的啊，对不对？从那一天开始啊，我就没有再上场过。就是在职场上误读了可以说实话的时机，时机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现在会是好时机吗？今晚10点，卢尔为创快筛小明星打跟班。